我现在在清迈的国际机场这里，在来了泰国一个月，将近一个月，终于要回国了。这个是我的大包，然后这个是我的小包，还有这个是给我姐的礼物，希望一切顺利。现在已经是晚上的23点，终于抵达了这个曼谷机场。我们是凌晨3点钟的飞机，从曼谷这边飞昆明。现在是泰国几点？泰国时间3点，凌晨3点。我们订的那个机票本来是3点钟起飞的，结果3点钟才开始登机，真的是服了。然后这个机场你有什么想说的？这个机场真的是绝了，这个机场过关的时候搞了1个多小时，而且过关之后还要走几公里才能来到这个候机场，真的是服了。万幸现在终于登机了。报下坐标。我们终于回到祖国人民的怀抱了。我们现在在昆明机场。但是尴尬的是找不到行李。而且，他那里写着巴黎啊，加尔格达，这就尴尬了。不知道我们行李到哪去了。走吧，反正到自己家了，怎么样都行，跑不掉了，走吧。对，实在不行就找个工作人员问一下吧。终于找到了是吧？对。刚才一下飞机就有好多那个出租车司机围过来，然后问我们去哪里，我们说去那个火车站，结果他开价就是100块钱。天哪，太坑爹了！现在都有互联网这么发达的工具，随便查一查都知道啦，是不是？这边就是售票厅，票价是13块钱。然后我们要坐的就是这个919，从机场然后坐到那个火车站。我们要先去火车站那边把行李先放一放，然后再轻装去浪一下。火车站离昆明的一个比较出名的一个地方叫做滇池，那个地方是昆明比较出名的一个景点。站在湖边，你就感觉就像来到了海边一样，就这种感觉。